日本人，他叫平川章。我老豆死咗啦，你几时肯出嚟见我啊？我要同人分，仲要我系细份啊？陈强，边个陈强？废人！我咩都冇啊！你食屎啊！系咪我唔俾人打低都当我赢？我唔理你赢定输，你同我打晒，我即刻走。空手道咧就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嘅，除咗有力量之外咧，仲有胆量嘅。你要记住，你一定会遇到比你更强大的敌人，佢可能会将你打低，但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勇敢去面对。你全部躲啦！支持你事。我系空手道黑带嚟嘅，十岁就参加比赛，攞过少年组冠军。个都我打叻。咁叻唔通唔得啊！阿李家道嗰只要 master。